要吃全部的 QQ 的东西，选三个我让你走。那个球，那个地瓜球。OK。那个芋圆。还有那个叫什么？那个汤圆。今天天气真是尴尬。尴尬。一大早我出去的时候觉得哇好凉爽哦，然后我们中午出去走路的时候又好热哦，好热。现在就是有风，但是好热哦，很热。I'll be there in 15,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ou got me. Wish you knew me. Ticket number or booking reference? 这个系我嘅，系咪可以系安排系坐喺一齐啊？我帮你睇一下。好啊，唔该晒。我们为什么又会出现在机场呢？就是之前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刚好碰到台湾跟香港中投时之间就是开放了嘛。台湾从10月13号开始就不用隔离了，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这个周末要回台湾一趟。刚好他在亚洲嘛，所以就回去看他的家人，然后我也回去看我的家人，这样子。我们大概有半个小时时间，想说吃点东西再进去。虽然说回台湾还是要吃很多的东西，我现在回台湾最想吃的是什么？卤肉饭吧。还有再睡五分钟，我可以带你喝再睡五分钟了。What? Crown 的那个 brand。哦、What is it? 然后呢，一眨眼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呢？我又把食物撒到自己身上了。现在呢，已经在台北的饭店里了。我们今天住的是在信义区的韩舍爱美酒店，这好像是我们俩第一次的 staycation。我觉得这个饭店有趣的一点是，它用很多 reflection， 所以你往那边看就会看到自己。然后你看哦，这个打开，还是看到自己。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书桌 mini bar。就到每一次住饭店，我最期待的地方呢，就是浴室了。这次的浴室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边是厕所，然后这边是淋浴，然后呢，转过来这边有一个泡澡的地方，然后再来就可以直接通到我们的房间了。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要 check in 行李嘛，所以我就带了一个用到剩一点点的那个卸妆水，但我完全忘记了海关他们是看瓶子上面那个墨数嘛。所以呢，虽然说只剩下一点点，但是整罐被丢掉了，所以我刚刚临时去买了这个一个眼唇卸妆的。现在会痛吗？ Are you sure？ 嗯，好像会痛耶。三、二、一。No！ 不。Ian 刚刚已经先回去找他的家人了，然后我弄一弄也准备要退房回家了。今天早上其实我们跟我妈已经有吃过早餐了，但今天晚上也会就是一起吃饭，因为 Ian 的爸妈平常都在国外，那刚好这次他爸爸在台湾，所以就约了吃饭。我现在已经差不多都 ready 了，然后我跟你说，我这次呢虽然只回来大概三天，但是我所有的东西带好带满，只能说做女生真累，感觉养一个女儿也蛮累的。嗯，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L'Oreal Paris 的 Full Resist Anti Hair Fall Spray、啊、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应该都有听我提过我的头发。那因为我留长发，然后本身的发质是属于那种很细又很少的，就是你看到我这样，我所有头发抓起来就是这么少。那因为我头发很容易受损，所以我平常是不漂发的，但是我还是有固定大概每一个多月就会去染一次。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得到，但是我私底下其实是一个蛮容易 stress out 的人，所以有时候工作比较忙，事情比较多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有努力的在保养我的头发，我真的是，但是还是很容易会有断发或是那种轻微脱发的问题。我常在家里吸一轮地板之后，然后就看到一团头发这样，不说我还以为我家里养了猫还是怎么样，没有，是我的头发。这个应该是就是大部分女生的困扰吧。掉头发这件事呢，如果你头发多那就算了，可是偏偏我头发这么少，所以每一根头发掉下去我都是你知道心如刀割。老师音乐。那这个 Full Resist Anti Hair Fall Spray 呢，它是专门为一些之轻微脱发的状况而设计的。它里面有高浓度的亚美尼斯，它可以加强发根的附着力。然后另外它里面还有精氨酸啦、角蛋白等等的成分，可以加强头发的强韧跟柔顺度。那像我这次回台湾的小旅行，我就没有 check in 行李。那这一罐呢是90ml，所以其实带上飞机都是很方便的啊。我在用了一阵子之后，其实我蛮喜欢它的这个喷头。那首先它的这个喷头够细，所以它可以很精准的喷在你任何想要喷的地方。另外它每次按压一下的这个分量就非常的刚好，所以你不会有那种一下喷太多一下喷太少，然后哇喷太多又要再把它抹掉什么的。简单来说呢，它让 application 变得很简单，很容易上手。我自己平常就是洗完头或是早上呢，就会把头发分剂，然后就这样喷，尽量就是让不同区域的头皮都可以被喷到。其实真的很简单了，最喜欢这种很容易用的 product 了。好，大概喷过一轮之后，来拿出你万能的双手，稍微把那个 product 给按摩进去。那其实它还蛮容易吸收的，我自己是习惯稍微这样子按摩这个就是5分钟左右吧。那一方面是让它吸收啦，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透过手指按摩可以增加头皮的血液循环，很重要的血液循环。题外话，我之前有一次去按摩，然后呢那个师傅就给我按头，我跟你讲我真的痛到飙泪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这个就是血液循环不通，然后我就不知道了。5分钟大家是不是听起来很久？哎，没有，听2首 Blackpink 的歌就差不多了。然后其实它喷上去之后，你头皮会感觉有一点凉凉的，我自己觉得蛮舒服的啦。另外我要称赞它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免冲洗的，所以你喷完之后按摩完梳个头，你就可以准备出门了。这个 spray 现在在 Mannings 还有 L'Oreal Paris 的专门店都有卖，它的售价是港币249块。那我觉得可能在防脱发的这个 category 里面，已经算是蛮好入手的价钱了。那我自己因为头发少，所以我对于掉头发或者是头发的保健问题，我就是非常的 conscious 啦，但是还是想要提醒，然后也鼓励大家，就是真的是要关注一下自己头发的状况，尤其是发现自己开始有一些掉头发的问题的时候，真的这种东西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及早开始采取行动，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麻烦。对，那我会把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希望大家的头发都可以浓密茂盛，好不好？这个算是一个新的吉祥话吗？应该是吧。我们现在各自回到自己家，然后，我刚去买了益美双麒麟，这个在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存在。为什么会有人打台湾的电话给我？喂？对，你好。那准备要去吃晚餐，然后今天呢，总之呢，就是变成有一点点好像要见家长的感觉，所以我忽然之间有点紧张。今天因为有长辈在，所以我可能不会拍太多的 vlog， 但如果有什么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好了。我现在已经在餐厅了，我觉得今天我妈比我还要紧张，因为人家说那个娶媳妇要看丈母娘。所以我妈觉得今天她自己就是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明明就不是要讨论这件事情的，忽然之间就好像变得，忽然之间好像就要讨论这件事情的一样。小明你还好吗？
beautiful girl 그대 눈을 바라보다 내가 모르는 걸 이제 믿을 수가 있어야 You're so wonderful girl 작은 손짓 다 해 你刚不是说你很饱吗？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I'm under your spell 너의마법에빠져들었나好了，我今天买了这个再睡五分钟的联名，然后我准备呢在老板娘跟品牌经理的面前，请一眼试吃看看。哦，我在 Family Mart 买的，我蛮喜欢 Family Mart 的。啊，哦，泡芙。I think the filling is good. 但好像冷一点会比较好。对，因为我们刚刚拿出来放在室温太久了。嗯。Yeah, the filling is good. 可以有吃到那个蜜的感觉。那它如果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话，它上面的这个 frosting 其实会是偏脆的。哦。然后它的那个 puff 本身也不会那么的 soggy 这样子。哦。As you said, 对。那这样应该就更好。对对对对。之后马上吃。好。就可以看能不能比较那不一样的感觉。黄汁。Milk cap 就奶棉被、哦、就奶盖。Frosting。我也超爱 frosting 的。对，我刚刚讲。没有，你要它冰的时候。它冰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吃。Need to try again。没有，如此如此如释重负哎。很高兴见到大家。哦、yeah. oh, ，自己找位置。哦、oh, ，我现在好丑。拜拜。This world, it's so unkind. One day you're king, the 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e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In this world, it's so cruel.我买了一杯棉被五墨绿，跟这个是香芋波波。我这个是要给我妈的，但是我刚回来发现我妈不在。1, 3, 4, Are you ready？ 现在大概是下午3点钟，然后我稍微再工作一下，就准备整理行李去机场了。我们应该跟一眼可能5、6点的时候约在机场吧。저노을빛이다른하늘의색감이모든것을내가지면사라질거야오너의하얀마음에칠을해본跟你们讲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呢，我完全忘记我回台湾的时候也是穿这件衣服，并且我把衣服弄脏了，然后我又穿了同一件衣服回香港。Ew。사랑에빠졌어 oh oh.我刚刚在等飞机的时候见到了一个观众粉丝，不要讲这种话，好开心啊！嫁到香港的 Gloria， yes， 缘分 high five。他在刚刚一眼就是做那个奇怪的跳舞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我想说也太多了。而且我刚好在滑你的 IG， 对，就是刚好跳出来，然后我就头抬起来，怎么是那个一眼？香港的缘分，真的。需要你去。我的 clumsy 人生又在添加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我刚刚把我的 laptop。还有我的 iPad， 还有我工作的笔记本，丢掉了。我还跟他们说，里面的笔记本有一只猫，然后 iPad 是什么 MacBook Air， 他们说需要 Cynthia 本人来拿。对，重点是刚刚还有广播说 ，Miss Cynthia Huang， 请来拿你的 MacBook Air、iPad and iPad。我这个 iPad 在巴厘岛丢了一次，现在在机场又丢了一次，非常的坎坷。你还说你有没有我的 iPad？ 我也不，你没办法看 She-Hulk， 因为我不知道 iPad 在哪里。全机的人都知道 Cynthia 丢了一台。那你知道我的电脑密码、啊？我知道，但他们没有问，他说需要 Cynthia 这本人来。哦，我们就说 I'm Cynthia。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no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